那个说到七巧板呢，就真的是，我们爱好了几十年了。就接触到七巧板的时候，就是真是很小的时候啊。我是1939年出生的啊，我大概是1942年或者43年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七巧板了。那年呢，我们回老家去过春节的时候。43年的时候，大概就是3岁多吧，就跟着父母呢回到老家去过春节。我四川人，我们一般都是住在重庆，但是我老家呢是长寿。我回去过春节，那么春节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块儿吃饭的时候，哎，我就看见桌子上，就是摆了一些跟平常不一样的碗，就我们一般吃饭的碗不都是圆的碗吗？但是那天摆的碗呢，就是各种形状的，有三角形的，有正方形的，有那个菱形的，而且我到现在都还能记得那个时候里面都是装的什么菜，它是根据那个菜的形状装的不同的碗里面，像那个菱形的那个碗嘛，就装的是一条鱼，像那个方的那碗嘛，就装的是一碗扣肉，像那个。大的三角的碗里吧，就是装的一只鸡。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菜啊，但是这三个菜，我到现在就一想还能想起来。那扣肉是装在方碗里头的，那个鱼是装在那个菱形的碗里的，那个鸡是装在那个大三角形里头的，另外还有一些小菜啊、素菜啊，就装在那小三角啊里头。另外一个大的碗里头呢，大三角里是装的汤。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1954年啊，一直到那个1956年嘛，就是公私合营以前那段时间，连续出了那个4本关于就是七巧板和那个智力游戏的书啊。开始呢出了一个叫《幼童七巧板》，是54年出的，后来一个56年呢出了一个新七巧板，这是那个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啊，后来呢，又出了一本拼板游戏，就介绍更多的拼图的知识。我的妈妈呢，也后来又编了一本叫《七巧板拼图》。1900年8月8日的时候，德国的一个大数学家希尔伯特，他在法国的第二届世界数学家大会上发表了23个数学问题。这23个数学问题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数学的发展，被认为是20世纪数学的制高点，对咱们20世纪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其中的第三个问题他提到了一个基础的问题。这个基础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平面上任意两个面积相等，但是形状不同的图形，那它们一定可以剖分等价。什么叫剖分等价呢？就是它们可以被裁剪成对应相等的部分。然后呢，我们通过它们一一对应全等，证明它们是一样大的。这个问题呢，实际上是1800年到1833年之间三个数学家先后独立发现的一个证明。那这样的一件事呢，就是咱们七巧板这个平面几何图形认知当中背后隐藏的主线。
you.